救助了总共4只，死掉了8只，另外6只是在台南市的那个慈爱医院先做治疗。治疗后，中心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的工作就是做最后面，就是治疗以后要一些复健，复健还要让它练习，看看能不能飞，所以就移到我们那边，分两批，因为两批不同的地方，所以我们分在两批不同的场域让它养着，养着以后我们在那边，我们有一些空间可以让它练飞，练完了以后，觉得它目前状况非常不错。那也是正好黑面琵鹭要北返的时间，所以我们就利用这个场域让它赶快也放了以后，让它能够跟上去北返。有没有去做后续就是肉毒改变的毒素？因为那贪得无厌啊。有市长看这边嘿。打开，啊，要喊掉了哦，主线要喊了，要开了哦，太快了吧。